诸位法师，诸位大德，诸位同学，我离开台湾好像也有十年了。这个十年呢，我们非常感激简居士对这个道场的维护，以及不但是没有间断而且都认真努力在做弘法利生的工作我们离开台湾也是非常的辛苦可以说是在海外流浪。不过外面的语言也很殊胜我们是从2003年开始有这么一个机会参与联合国的国际和平会议先后我参加了十几次我们才真正了解整个世界的一般状况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呢，确确实实是乱世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社会动乱可是许多国家领导人我见过很多宗教的领袖学术界的知识人员真有不少人在寻求如何化解冲突让社会能够恢复到安定和平联合国带头这个工作呢做了30多年他们从70年代开始30多年应该有40多年可是没有方法那么我代表大学代表澳洲参加这些活动我们将中国古时候古圣先贤以及佛陀半般教学的方式不断地在国际会议上介绍给他有个新的观念那么混乱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把教育疏忽了中国自古以来可以说5000年来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族群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很佩服中国人这个社会长治久安的这是由历史做见证的他们想不出这个中国人呢用的是什么方法是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这个英国汤恩比博士他得出一个结论说得很好所以他也预言了解决21世纪这个社会动乱的问题需要儒家的孔孟学说
要大乘佛法。这是英国人说出来的。可是英国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在二次大战之前，欧洲做了一个研究专门研究中国人。中国的社会能做到长治久安的可能是他们注重家庭教育的关系。这个结论没有错，非常正确。可是呢，还没有真正讲到痛痒之处。读古书的人都知道，你看这个四书，在古时候是人人必读的一部书，分量也不多，从小就都要念，大学里面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方法在中国用了5000年，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有这样卓越的成就，确实可以给现代这些学者专家们呢做最好的参考资料。但是现在只有典籍存在，而中国现在本身也在动乱当中所以信心很难生起来认为那是古时候的，在现在恐怕做不到了我们在联合国做了很多次的报告大家听了之后也很感动可是会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在一起吃饭，就有很多人问我，就是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那么这就是信心危机。到中国来看看，中国现在也没做到这一套东西全没有了怎么个格物怎么致知都没有了是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修身家齐家家没有了中国古时候讲的家了，不是现在现在没了。以前讲的家是大家庭，我们常听到是5代同堂6代同堂不分家的所以一个家实在讲就是一个村庄，这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家庭人口少的应该也有300人左右一般的家庭呢大概500人左右，人丁兴旺的700-800人这么大的一个家庭所以他必须要讲求家道家有家道，有家规。我们这些年提倡的弟子规、家规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如果没有规矩，家不就乱了所以现在家没了过去我们跟日本人8年抗战8年抗战，其他的损失我们不必去计较它。最严重的损失是我们的家被打散了抗战之前有这样的大家庭呢还有很多我见过，战后之后都没有了，就变成小家庭了。小家庭叫家破人亡家没了。那么中国在历史上社会的安定，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你说那个大家庭，那规矩多好，从小就教你守规矩，所以社会上就没有坏人啊，这个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呢。啊，这是外国人没有看到的，起作用是中国家，所以他非常重视教育，这个家道啊，家规或者是家训、家学有家业。啊，家的功能有养老、育幼、传宗接代。啊，他传的什么？传的是家道、家学、家业，所以这些都完全没有了。啊，那么中国如果再恢复到长治久安，要靠什么呢？还这个家还得搞起来。没有这个团体是不行的。可是。从前那种家庭没有办法再恢复了，因为以前是血统的关系、血缘关系啊。所以这些年我在想，啊，我常常听到人家讲什么企业家，我就想到，如果企业能够把中国传统这个家的啊精神跟功能恢复起来，我们中国有救了。不但自己国家有救了，也能救到全世界。啊，那么现在在北京有一个做企业的啊，胡晓林先生，我让他来做实验。啊，我告诉他的做的方法，啊，他的员工有1000多人，我说你必须把你所有的员工。看成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一家人啊，员工的父母就是自己的伯伯叔叔，员工的儿女就是自己的底下一代。我说你要用真心啊，一丝毫虚伪不能有，诚诚恳恳啊，推动三个根的教育啊，就弟子规的教育、太上感应篇的教育、十善业道的教育，必须在你这个团体里头人人都要学，人人都要做，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啊。你的企业呢，要办养老院，这个养老院不是我养外面的老人，员工的老人啊，每一个员工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老人的时候啊，好好照顾他啊，办子弟学校，子弟学校也不是招收一般的，是员工的子弟，就是家属啊。你这个样子是让你的公司的员工到你这个公司，他终身有依靠，他会忠心于你的公司。为什么？一家人啊，你们董事长就是这个大家长，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啊，把中国传统家的精神跟这个功能做出来给大家看。如果中国能够有20个这样的榜样，我相信不到5年，中国社会安定啊，会给世界呢做个非常好的典型。他现在努力在做，做得很成功啊，我们看到非常欢喜。在这一次金融危机当中，他居然一丝毫伤害都没有。别的公司裁员的、降薪的，他的公司不但不裁员，加薪啊，这个营业的时候他往上啊，他告诉我涨了40%多啊，在这个金融危机打击之下，他还有这么大的成长的能力啊。靠什么呢？靠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呢？他自己真诚，他的员工个个真诚，为顾客服务啊，极细微的地方都顾到，所以客户到处宣传
这家公司是诚信、可靠，不会欺骗人，啊，服务很周到，一个传一个传给他，所以他的这个生意没受丝毫影响。啊，所以我鼓励他，啊，他也做成功了，才做了两年呢，做出很好的成绩。啊，在国际会议当中，我常常邀请他上台做报告，啊，就把他这两年啊这个成绩向大家报，很感动人，啊，非常难得。啊，在现在的社会，你不出样子来，你不相信。啊，所以我呢也被这个联合国所逼，啊，说我们传统教育是理想，不是事实。所以我在故乡，在我的家乡，啊，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啊，做实验，就是用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有12个村庄，居民48000人。我们学弟子规，啊，怎么个学法呢？这个小镇的居民48000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就成功了。如果是这个东西交给年轻人学，那大人不学，年轻人不相信；你叫学生学，老师没做到，学生也不会相信。啊，所以这是我们事先的考虑的很周到。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学术至少丢掉4代到5代了，啊，现在人不知道，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还未必知道，大概要到高祖父母才有这么一个印象。丢了这么长了，啊，恢复起来当然是有相当难度，啊，所以我办这个中心，啊，招募了37位老师，啊，我们称他做种子老师，啊，要求老师要把《弟子规》100%的落实，啊，变成自己的思想，变成自己的生活。啊，我说，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叫成功了，孔子教学也成功了，凭什么？做到之后再说道，这是人，人心服啊，他做到了，他不骗人的。那我说说到自己决定能做到，这是闲人；如果自己会说，说了做不到，那叫骗人。那骗人谁会相信你呢？啊，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今天做圣人，啊，学儒那就学孔子，也学得很像，啊，学孟子，学佛就学释迦牟尼，啊，这叫真学佛了，真干了，你才能感动人，你才能收到像释迦像孔子一样教学的效果。啊，如果你不是孔子，你不是释迦，那你不可能感动啊现在社会的大众。啊，所以这些老师很难得。啊，我是要求他4个月落实，100%做到。没有想到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我看到这个情形流眼泪啊，感动啊，哎，这个老师真难得，我都称他们做菩萨，那不是凡人。那2个月之后我们就展开，到这个进入村庄入户去教学，啊，怎么教呢？身教，啊，不是言教啊，而言教教他怎么做，没人相信的。我们自己做出来给他看，啊，就像是自己这家是自己的家，啊，我们在外面工作，现在下班回来了，
怎样孝顺父母啊，怎样照顾你家庭啊，看到父亲你知道应该给他说些什么啊，有些什么礼节啊，伺候他啊，这样的很短的时间，农民受了感动啊，感到的时候呢，你们这些老师比我儿孙孝顺啊，他家庭里面这些儿女看到的之后，看到老师这样对待他的父母，感到惭愧啊，自己对不起父母，良心唤起来了啊，我们原来预定的这个收到效果啊，教学的效果总得2年到3年啊，才能把这个社会转变为啊礼义之邦啊，和谐的一个典范啊。没想到3个月这个小镇子180度的转变啊，最明显的离婚的没有了，受过这个教育不再离婚了啊，婆媳不吵架了啊，邻居没有争执了啊，本来邻居小小事情都要吵架啊，没有了，小孩懂得孝顺父母啊，商店里面再没有小偷了啊，连计程车这些司机真诚服务，不再欺骗顾客了啊，效果卓著啊，那我们是看得非常感动，我说这个证明了老祖宗的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证明了是这么人名字怎么这么好教的啊，就是没人教啊，啊只要有人教，你看看3个月这小镇就回头啊，整个磁场都不一样，进入这个地区你就会自然感觉到跟其他的一个地方不一样啊，这个地方的人亲切和蔼有礼貌，对人真诚啊，这个成绩出来之后，这出乎意料之外啊，我们原来想的2年到3年，没想到3个月啊，不到4个月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当时我就想了怎么把它介绍到联合国啊，过了2个月这没想到我觉得是祖宗加持啊，联合国来找我，那找我就好办了啊，只好邀请我主办一个活动啊，我以前在联合国头曾经有2次协办啊，协助他，这一次找我做主办单位，我心里在想的时候，这联合国是官僚习气很重啊，我跟他往来有往来知道啊，他不可能找，他们找的是会员国啊，那我们在澳洲只是一个建宗学院啊，连个大学都不够格，大学找他都不会理解，这怎么会找到我们的学院，所以我就派了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一下啊，教科文总部在巴黎啊，他们给我打电话，他说确实有这桩事情啊，这一次活动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啊，活动的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啊，他找的谁呢，找的是泰国，那就找对头了啊，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啊，去找泰国，泰国大使推荐邀请我做，也做主办单位，啊，这个这些没问题，
因为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第一次是2003年，就在曼谷大学。在开会这一个星期当中呢，我认识了当时的副总理、三军总司令查瓦利将军。跟泰国结了很好的缘分，是由他推荐了来找我做主办单位，这个缘与机会很难得，我了解之后我就答应他了，可是会议在10月，所以时间呢不多，要赶紧准备，而且我们决定向联合国借一个场地，把我们这个汤池教学的3个月的成果做展览。联合国同意了。所以这个3天3次4天的展出非常成功。会议结束之后，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非常赞叹，说他们成立60年来，这次会议的内容秩序最好，欢迎我们经常利用他的场地办活动，这个不容易后续这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驻联合国的各个使节192个人都有意愿要到汤池去考察去访问去参观，太难得了汤池真是一天就成名那么这个中心我是在去年11月底交给国家了现在中国中央政府最近他们传给我的信息，他们决定要办，希望办得比我们从前更好这个是我能相信的，因为我们过去办与国家政策的关系，宗教只限于宗教团体里面活动，不能在学校活动，不可以在社会活动，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弟子规这个它不算宗教我们全民学习就学的一样如果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那突破这个范围之后如果说儒释道三样东西同时来教学，那个成绩当然比我们做得更好那么我这次回来主要是看牙齿这其他毛病都没有，最近吃东西的时候，硬的东西吃的咬就是咬动了咬的时候牙齿都不太舒服所以我就检查了一下这是悟行法师，我们澳洲净宗学院呢有不少的同修他们都是在高雄找的一个刘大夫那么刘大夫给他们治这都很好所以他们介绍我去找刘大夫，刘大夫给我检查了一下，严重的牙周病那么照了片子给我看，他的设备很齐全有3位主治医生呢会诊，把牙齿缝里面挑了一点点东西大概只有针尖那么大很小你看不见的，就是一个黑点点的一点点，
放在显微镜里，放大3600倍，用那个电视荧幕给我看，什么玩意儿？亚洲里的细菌，哦哟，看得很可怕。哎呀，才知道这么严重。啊，他告诉我的时候，大概有5颗牙齿有问题。啊，有2颗比较严重，可能不能用的。啊，要做2颗假牙。那么另外3颗呢？他把它拔出来，清洗干净，再装进去。这个技术很高明，所以他给我讲，牙齿最好不要换。啊，在半个小时之内洗干净再装进去一样。啊，更好，除非不得已的时候再做假牙。啊，他说我有2颗牙齿，大概没办法了，不能用的。啊，要换。那么考虑到我的年龄，啊，83岁了，那么决定呢，不用大手术，就是不要开刀，啊，这是也细心的来做，啊，这样子时候做的时候不会有痛苦，啊，我说这个很好，这个很难得，他说但是时间要长，如果开刀动手术的。大概20天就完成了，啊，那么这样子不动手术呢，慢慢的搞的时候，他大概要3个月。啊，所以我想想了，我就答应他了，啊，很难得，他们临时给我搞了一个摄影棚，让我讲经不要中断，啊，这个他想得很周到。所以我预定呢，我们4月初就开始，治疗了，啊，开始治疗，住在他替我住的地方啊，这个奖金的地方，他都替我准备好了，啊，我也去看了一下，难得，啊，这个刘医生呢是虔诚的佛教徒，啊，还是个孝子。他母亲死了之后，他把他自己的诊所6层楼捐献出来，那个时候要送给我，我说我不可能到台湾来久住，我就介绍悟行法师，他就送给悟行了。那另外还有块土地，大概很大，他想建一个寺，啊，叫极乐寺。那他现在这栋房子叫菩提别墅，啊，菩提别墅。就做道场了，捐献出来，非常难得。那我住的将来到高雄住呢，就住在菩提别墅，就住这个地方。所以做牙齿不但不要钱呢，还管吃管住。那么这个实实在在讲呢，我离开台湾也是不得已，啊，但是现在是毕竟是10年了，10年，每一天早晚课，我都在祈祷，我都在求佛菩萨加持，啊，希望这个韩馆长的儿女，啊，能够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把误会化除。啊，那最近美国达拉斯传来的信息，啊，说他们兄弟态度非常温和，从前反对会议文，现在不反对了，啊，继续可以学习会议文，也欢迎我回来讲经。嗯，这个是佛菩萨的感应。整整10年，啊，这个10年也给我们一个重大的考验，也是我们在道业学业上大幅度的提升。啊，所以对于种种误会呀，不能放在心上，绝不能冤枉别人。
啊，我们一定要守住佛陀的教诲，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佛教导我们修学基本的方法，第一个是忘我，啊，第二个呢就是化解对立，啊，对立就是五种见惑里面的边见，两边就对立，啊，这个是我们在国际上这个化解冲突，我就用这个方法。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就对不起来。对立一定是双方的，他才能发生冲突。啊，你一方争执，这一方面能够忍让，就对不起来了。啊，时间长了，啊，岁月久了，啊，你多看看，慢慢就能体会，就能了解了。啊，所以能够化解的，不是不能化解的，啊，那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啊，人终有一天他会觉悟，他会回头，啊，其实这个世界上人很多人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会有后悔，但是什么一些面子问题，啊，表面上不承认，实际上他在忏悔，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啊，真正到肯承认错的时候，那他的功力是大幅度向上提升。啊，所以圣贤人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啊，都教导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别人有没有过失的？绝对没有，过失都在自己。化解问题要从自己本身才能真正化解，要依靠对方的时候永远不能化解，啊，这是我们在联合国的时候多次跟大家说明，啊，化解国际上的纷争还是要从自己内心，啊，如果说我没有错，错都是别人，那对方也说我没有错，错都是你们，永远不能化解，啊，所以只一方面 一边能真正认错，啊，能够忏悔改过自新，问题就没有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啊，那具体的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是三个基础，啊，我们学佛之所以不能成就，就是没有真正做扎根的教育，啊，学佛祖师大德常常教我们持戒念佛，那戒是什么呢？这三样东西叫根本戒，啊，没有弟子规，没有感应篇，你就没有办法做到十善业，啊，十善业做不到的时候，那个沙弥律仪啊、比丘戒本、菩萨戒本，那统做不到，这肯定的，啊，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的从弟子规上扎根，啊，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你看我们要求老师四个月，你两个月就做到，啊，现在婆罗洲也是马来西亚的古晋在那里办班教学，啊，培养教弟子规的老师，学习期间两个月，啊，蔡黎旭老师在那边主持，啊，他告诉我那个环境太好了，啊，能不能把这个地方作为培养师资永久的基地？我说可以，啊，你们觉得那个地方好呢？我很赞成，那里我也去过很多次，啊，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那实不像，啊，他们的教育部长热心支持啊，很难得了，啊，在国际上有这么好的缘分，啊，马来西亚的华侨非常团结，有600万华侨，有60万学生，
在学校念书的有60万，所以他们那边，因为听说我们这个儒家已经教出去了，他们希望呢，依旧啊要把它继续办下去，那怎么办呢？就如果中国不办，他们就办，他们动作很快呀，大概是一个星期，他就向这个教育部注册，马来西亚政府教育部注册，注册这个名称是马来西亚庐江文化教育中心，把我们的招牌拿过去关上马来西亚，所以呢，在吉隆坡开办教学，李金友居士做房地产的很难的提供校舍，那么现在上校舍的时候，大概最后装修啊，应该在这个月就可以完工了，那他们这两个月，培训出来之后，回到这个校舍就可以开班教学，所以这很难得的好事情。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下午我还照常要讲经。那么这一次我们讲的是贤首过世的修华严奥旨望镜还原观，这一篇文章就是修华严的方法非常好，一共是有6大段，前面3段呢，要是用经题来说呢，就是大方广，后面3段呢，就是佛华严，怎样契入华严境界，这篇文章说得好，我们过去讲过一次，用了96个小时，这一次可能更长，比上一次讲的详细，欢迎大家吧，我们一起共同学习，在这个谢济田，就是陈彩琼的那个华藏卫星电视，在那边讲，同时播出。